本应混迹财经版，却非要试水娱乐版。万达公子王思聪最近是拼了命的转型娱乐明星，只不过效果好像有点不佳。在这本杂志中，文字介绍的是王思聪，但照片贴的竟然是胡歌的。试想一下，如果王思聪真的就长成了胡歌这样，那他肯定比现在还要火100倍。